认真问题。我现在是医生，你会相信我？当然不会，我怎么可能嫌弃你啊？东西，喂，我花、礼物、巧克力一样都没有收过，你要我这样就嫁给你？你把我当什么啊你？原来你喜欢花、礼物、巧克力吗？我以为你跟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我以为你的脑袋就是食材、食材、食材，料理、料理、料理，然后你不会喜欢这种肤浅的东西。原来你跟一般的女生一样。对，那是我在没有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在意的是食材、食材、食材。可是我现在在谈恋爱，我也想要收到花、礼物跟巧克力啊。那好，那好，那好。明天一早啊，就是天一亮，就是人家店家一打开，我马上去准备这三样东西。那如果我准备好，你是不是明天就？明天？呀，你急什么啊？当然急啊，怕你被人家抢走嘛，是不是嘛？是不是？明天再说啊。